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汇泉管理课堂。我们今天所讲的题目是突破人才经营瓶颈。在管理学里面有所谓的六管：生产管理、物料管理、财务管理、销售管理、信息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可是不管你做什么管理，中间都有人的问题。所以在我们做管理者的经验当中，找到正确的人，摆在正确的位置上，的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以我自己过去带人管人的经验，我也深深地觉得，弄来弄去最重要的事情都是人的问题。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生产作业，还是什么样子的物流管理，中间都是人在操作。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课题是针对人这个事情来讲。我国的人口也许很多，但是人才并不多。就是我们找到人才，可能还有人品的问题。那我们今天暂时不能去谈道德的问题吧，也应该先研究我们用的人是不是人才。我们今天的话题就针对这个部分来讲。依照我过去上课的习惯和经验，我也是在今天的话题里面分成几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提起一些我个人的浅见和看法，然后拿出一些我对这个话题的建议，以及我们能够参考到的案例，希望能够对各位的用人能够有所帮助。我们从一两个图片开始切入今天的话题。这里有一个资料，是说明一个公司在国际化的过程当中最容易碰到的问题是什么。一个公司在国际市场当中最大的挑战，根据的调查，第一个就是国际化人才和经验太少。可证明我国与国际接轨最重要的就是通晓国际事务的人并不是很多。接下来是创立品牌太难，建立销售的渠道太难，公司的产品技术含量太低，以及差异化的程度过低，其他的就不用列举了。在这个资料里面，第一个就是国际化的人才和经验太少。我国不管是在政治、经济、外交上面，你都可以感觉得出来，与国际接轨最重要的也是人线接轨。所以不管在素质上、经验上和知识上，我们都碰到这样的一个瓶颈。那我们再看看企业的另外一个角度，这里面所提示的是笨蛋，最重要的是人啊。我们常常说千兵易找，一将难求。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总公司在上海，要成立一个分公司在武汉，我想做管理者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谁去当武汉分公司的经理。我们如果有个总部设在广州，要另外搞一个支部设在西安或设在青岛，我们也是这样子去想的。所以每一个公司的总经理，第一个要想去研究和决定的事情，总是各个部门的经理应该是安插谁。一个公司有人如果走了，或者是他离开了这个企业，哪怕是退休，我们也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谁来接替这个位置。所以大部分的主管每天思考的大部分都是跟人有关的事情，尽管他所操作的是事，可是免不了的总是先解决人，所以才会有人事这个名词跑出来。我们就从这里来切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人才跟人员有什么主要的分别，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啊。一般讲起来，人才 talent 和人员 manpower 这中间是有点区别的。我们回顾我们自己的企业，坐在办公室里的首先要决定的是应该是通通都是人员。接下来就是在这里面要去考虑的是，这些人员里面哪些是人才。既然是叫做人才，它跟人员的差别，第一个就是价值应该比较高。就因为它的价值比较高，所以第二个也就是通常它对公司的贡献也应该比较大。就因为价值比较高，贡献比较大，所以我们给他的报酬也必须要比较多。所以简单的讲，人才和人员最大的区别，第一个，这个人才本身要有价值；第二个，我们期望这个价值对公司能够有贡献；第三个，针对这个贡献，也就只好给他较高的报酬。这是个简单的概念。那么在这个概念里面，我们拿一个图片来看一看。前阵子中央电视台二套
和经理人杂志合作举办了一个国际会议部经理的一个网络上面的招聘，也就是利用公开招聘来做这么一个测试，最后出现的三个候选人，也就是最后的三名，是北京大学的赵建奇、南京大学的研究生周雪和中国政法大学的钱毅，这三个到最后已经变成是200多个里面挑出来的精英。我们假设这三位先生和女士是人才，那么到了我们的企业，他们三个如果是你想所使用的人，是不是第一个他的价值的确很高，第二个对公司的确有贡献，第三个我们应该按照他的价值付应该的报酬给他。这是一个图片，只是做一个这样子的启示。那接下来我们看看针对这个问题，我想来研究几个我所想到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人才的价值应该在企业和组织里面要能够对生产力有帮助。所谓价值，不是你自己所决定的价值，或者是大家都认为你应有这个价值，而是公司决定这是不是对公司有用的价值。所以当你去找一个人才进到一个企业或进到自己公司，我们第一个考虑到的就是他的价值是不是我们要的价值。尽管他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可是这个价值对企业如果没有帮助，或对企业不能够提高我们的生产力，我们就不认为这个价值对我们有用。所以这里写了一句话，从公司的角度来看，这个价值是什么样的价值，也就是做这样一个岗位的人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我们来看一看吧。这个女士我想大家都认识，是有名的杨澜，阳光卫视的领导。那么其实杨澜和吴征夫妇在阳光卫视里面有过一段不太成功的经历，也就是她失去了香港晨报的主导地位。我们不能说杨澜小姐没有价值，而且杨澜小姐在名人访谈里面的确非常的突出，在我们国内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杨澜小姐在经营阳光卫视的时候，这需要的就是一个经营管理的问题了。本身的口才、本身的涵养跟本身的表达能力都是所谓她的个人价值，但是对阳光卫视和晨报来讲，我们需要的可能是更多的经营管理的价值。于是杨澜、吴征夫妇就退出了这个范围。听说现在又重新弄一个平面媒体叫做观察新报，跃跃欲试的要重新大展身手。这个简单的道理就说明了，一个名主持人或者是一个名记者或者是一个名作家，他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但是对公司来讲，这价值又是另外一种价值，就是对公司的生产力来讲可能并没有直接的价值。我们再看一个案例，这个演员也是人尽皆知的刘晓庆啊。刘晓庆最近演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那么我们只要一看到刘晓庆，就没有人不肯定他那种重要的才艺技能，也就是在中国的金鸡奖跟百花奖里面他都是独占鳌头。刘晓庆是个非常成功的演员，刘晓庆也是有他非常大的魅力，他演的武则天我看了2-3遍，这个叫做他的演艺价值。但我们都知道刘晓庆也做生意，他的妹妹跟他的妹夫帮助了他，可是刘晓庆的生意没有做成功，甚至于在我们税法当中他还牵扯到一些事情。我们应该这么讲吧，刘晓庆在演艺上面有他的价值，但是如果你真的把他拿来当总经理或拿来当一个企业的总监，可能他对企业有生产力上面的价值。这两个道理，一个杨澜小姐，一个刘晓庆小姐，这都给我们一个体会，就是某些人在某些地方所表现的价值，不见得是工厂或生产或公司里面所需要的价值。所以当我们去找一个人才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的价值用公司的角度来看算不算一个价值，或者他的价值对公司来讲是不是我们要的价值。这个要从岗位的需求跟他所表现的能力中间来做一个对接，如果这个对接是不顺利的或者是不成立的，那么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但是他的价值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价值。我想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太多人在寻找人才的时候很喜欢从直觉上来说他很有价值，
其实都是受了直觉的影响和形象的影响和舆论报道和媒体炒作的影响，真的对公司有多少价值，没有人冷静地去思考这个问题。这是我的第一点。我们来看看第二点。第二点就是人价值分成现在的价值和以后的价值，所以我们讲的就是它的价值，哪些现在可以用，哪些是未来才能够用啊？我逢人很少跟别人提起我拥有博士学位，都是在上课的时候人家给我面子，常常客气地称我于博士，因为我心中非常明白，在大学本科所学的东西用在企业和单位跟组织里面的，根据社会学家们的研究，大概只有在10%左右，那就不用说硕士跟博士了。硕士跟博士生在专业领域里面所发挥的价值，大部分用在实验或用在研发或用在其他的专业领域里面，对一般管理和一些技术程度并不太深或有标准作业的公司里面，也许那种博士学位里面所含有的知识对他们来讲并不是一个现代可以操作的价值。我们如果用了一个很有学历很高的人和用了一个很有涵养的人或用了一个拥有丰富知识的人，很可能这些东西在公司以后有用，在公司变成一个大集团的时候有用，在公司变成一个跨国事业的时候有用，但是现在没有。所以我们用了这么一个人，我们只能说他的价值现在不能体现。可是他现在开始开口跟我们要报酬的时候，是用他的总价值来衡量的，结果你要付一笔很高的报酬给一位博士，而我们发现这个博士进来对公司的用途其实又非常有限，这不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吗？所以我们用一个人要先考虑到他的价值是对我们公司的现在情况有用，还是以后才有用，这中间牵涉到他跟我们的报酬中间的对等关系，这也是不得不去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再看看我们的第三一个问题。在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对于专业人员经常有很多衡量的办法，其中一个最典型的就是证照，就你具有什么样子的资格证书。我们来看看这个图片。金融业用了很多的证照来衡量一个金融人才，像你有没有银行员的证照，你有没有报关师的证照，你有没有分析师的证照，你有没有那个所谓的投资理财的证照等等等等。这个图片上面坐了一个先生，他的前面摆了一大堆的证照，这叫做根据考试和资格检定所得到的证明，那我们在客观上来说他具备了一定的价值。现在这个人到公司来了，这个人进到公司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的第一种概念就是他的价值在公司里面现有的其他的价值比起来是差不多还是多一点还是更高。很多公司本身里面就有很多人才，从外面再找个人才进来，跟公司的人才如果是差不多的，只能叫做补一个空缺。如果这个公司有一些人才，但是进来的那个人他所拥有的能力正好是公司最缺乏的，这叫做我们觉得他非常需要，是一个稀罕的人才。从这里就看得出来，一个人才的价值进到公司就要跟公司里面的同仁去相比，这是第一种观念。第二种，我们从外面挖一个掘进来或找一个有价值的人进来，要跟同行去竞争，我们自认为找到的人他的价值可能跟同行比起来普通不怎么样，所以很难做得比同行更优秀。这可证明一个人才进到一个企业，首先在企业里面他就要像一个人才，比一般其他的员工要有较高的价值，拿到外面去跟别人竞争，帮公司发展核心竞争力，他要更优秀，超过同行的人才，那种人才价值超越同行，才能够把自己的公司做到一个更具有竞争性的地位。所以你说这个人的价值跟公司的同仁比是怎么回事，拿去跟同行比又是在什么样子的水准，这也是我们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现在回到这个图片，当我们找一个人说这个人是经过验证的，是经过大学本科毕业的，是拥有什么什么学位的，
是拿到什么什么资格证书的，是在海外得到什么什么证明验证的或证照的，其实讲穿了都叫做客观上面的一个衡量水准，但到了公司跟自己的员工和同行去比，这又是另外一个局面了。这是我们的第一段，简单的复习一下。从外面找个人才进来，我们要考虑到的第一个，他的价值是不是我们要的价值，第二个，它的价值是现在就能够让我们使用还是以后才能够使用，第三个，它的价值跟我们公司里面其他的人比起来是更有价值，跟同行比起来是更有价值，还是不过就是跟公司其他的人一样，和同行也差不多呢？接下来我们来探讨第二个问题，一个人既然有价值，那么他的贡献就值得我们给他报酬，于是这里面要探讨的是他贡献有多少，我们报酬给多少。其实这个社会当中这两个数字不相等的情况非常普遍，基本上我们希望做到的事情是人才的贡献要大于等于我们给他所支付的报酬，如果这个贡献比报酬还低，那叫做用错人了。每个公司都难免有这种现象，但是对一个期望很久的人才，我们如果这样子判断错了，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这里面我也提起几点，我们先看第一点，贡献潜力如何证明。如果他是一个新人，我给各位一个简单的建议，以后招聘面试的时候有新人进来，就问他三句话，至少从这里面来测试他的贡献潜力。第一句，你过去有什么成功的案例，这个人如果以前在五金产业待过，这个人以前如果在棉纺织业待过，这个人如果以前在旅行社待过，你可以问问他看，你过去有些什么成功的经验，讲我听听。这表示我们来从他的历史和他的过去来判断。第二个，你到我们公司来，想对我们公司起到的作用跟所发挥的价值在哪里？这就是看看他对公司有什么抱负。第三个，把公司的问题拿一个出来问他，我们公司现在发生这个事情，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你就知道这个人处理问题是怎么处理的。我再重复一下，一个人招聘面试进来要问三句事情。第一个，你过去有什么成功的经验，讲了我听听。第二个，你到我们公司来打算发挥什么地方，用到你哪个部分的价值。第三个，我们公司现在有这个问题，你怎么处理？所以招聘面试不是天天问他是什么学校毕业的，以前在哪里工作过，这些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要从他的话里面去发现他的潜在贡献。当然我不是说这句话就能够决定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可以用，至少在用以前可以想想看嘛，是不是啊？不要等到进来才会发现说原来他对我们公司没什么用，原来我们公司的问题他不能解决，原来他过去并不怎么成功，换了三个公司我们都不知道，等到进来了才发现他不是一个人才，那么早干什么的呢？进来前为什么不问一下呢？这就是我给各位的第一个概念。那么我给各位第二个概念，一般讲起来支付报酬都是人才最有兴趣的事情，我想要1万5，我想要2万，我一个月没有3万我不想干，讲得很好听。其实我们不怕付薪水，最怕的就是他的贡献和他的能力不值那个报酬，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么习惯上面，我个人在过去的经验，我有两个方法。第一个，一个人才如果真的是人才，是不怕挑战的，所以我就会跟他说，林先生，你看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大家彼此都是刚刚认识，我在表面上至少初步的阶段里面，我先肯定你是一个人才，人才就应该获得报酬，但是我们大家为了不避免后悔，然后呢，你呢也不要觉得遗憾，你看这样子好不好？你现在开口2万，我先付你第一个月1万，经过一个月以后，如果发现你的确是我所想要的人，我就14000，两个月以后我又发现你还是可以继续使用，就18000，那么到最后我就给你20000。三个月的时候我给你20000，这个事情如果有人反对，就表示经不起三个月的试验。但是为了不让人家伤心，我还有一个方法是这样子的，林先生，
你开口要2万，你看这样子好不好？我第一个月给你1万，第二个月也给你1万，第三个月如果我证明你的确是我们所要的人才，我就连第三个月的2万跟前面少给你的2万，4万一起给你，你看怎么样？这些方法都可以测验一个人愿不愿意接受一个挑战。其实我们在乎的不是那笔钱，我们在乎的是他所说的跟他所表现的和我们所期望的会不会一致啊？所以各位，这样子至少也可以让我们省点钱。万一第一个月就发现这个人有问题，第二个月就发现他不能待，第三个月就知道他要走，我们好歹也省个2万块。这就是我对人才报酬的观念。我用人用了很多，体会出来的就是一进来开口要的就是报酬，我还来不及测验他的贡献，报酬就先讲出来。有的时候迫于压力，时间的压力，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就答应了，但他一进来才发现没那个价值。人的情况都很奇怪，一旦报酬确定了，降薪的机会就几乎微乎其微，除非这个人要走。我很少看到一个公司给人家降薪的，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不降薪，可是一开口这个薪水就确定，你看以后该怎么办呢？这件事情我们拿个图片来体会体会。许木兰，台湾世新大学的管理学院的院长，以前交通大学的教授，在台湾交大担任人力资源管理的课程。许木兰也有一个专长是国际经济研究。许教授他说，现在的时代是 LM 的时代， LM 就是 Lean and Mean， 叫做人力精简。我现在也越来越体会这一点，其实不是现在，我体会了很久。我常常跟我国内的朋友讲，他们都听不懂我这句话。我说用人不要多，要精，用一个好的抵过3个跟5个普通的，用一个不错的干部要抵3个到5个平庸的。我很早就体会到这一点，就是在人海里面打滚了，我越来越发现真是一将难求。什么叫做人力精简？这中间有2个概念。第一个概念，用一个人给2倍的薪水做3个人的事，我请问对你来讲算不算吃亏？用一个人给2倍薪水就等于用2个人，那么问题是他做3个人的工作，所以不吃亏啊。这种观念叫做1-2-3法则，用一个人给2倍薪水做3个人的工作，他拼了命一直做到每天晚上8点9点，对你来讲有什么好呢？用了5-6个平庸的，5点半就跑掉了。其实这个观念大家都知道，可是在用人的时候他就会说我找不到人才想用这个法则。那么以后嘛，我们后面还会再谈人才是怎么找出来的。这里面还提到另外一个观念，也给各位提醒一下，叫做知识淘汰率。这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一个大学本科生从毕业的那天开始算起，每一年他所学的知识淘汰20%，也就是一个大学本科生5年以后如果没有充电，没有增加新的知识，他就等于和普通人是完全一样的了，也就是变成一个 IQ 下降很多、胸中无墨的人。所以我们在座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是一个专科生，你是一个大学本科生，哪怕是你是个研究生，我提醒你，一个人在社会当中做管理工作和经营一个事业，4%以上的知识、技能跟经验应该都是离开校门以后所积累的，在学校里面其实只有1/5。所以很多人都不得了了，从大学出来拿到一个文凭就认为具备了一切的知识，其实这个知识叫做起码的知识，而且是一个大部分都是理论型的知识，真正可以操作的知识和经验都是在社会积累的。所以标准答案是4%应该在社会积累，1/5在学校求来。以我个人来讲，我看样子我自己的知识1/10大概在学校求来，9%在商场上面打滚求得的，因为我
这也是个预约。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人才是早期培养，早期预约的，不是现在开始在觉得公司没人了，到哪里去找人？那么你的人才之先为什么不培养？你事先为什么不预约呢？所以跨国公司在我国特别喜欢搞校园预约，也特别喜欢搞校园招聘，大概就是一个人最好还没有在污染的时候就把他预约起来，就把他招聘起来，然后慢慢慢慢的经过整理培训，终于变成一个人才。从人家那里去挖，去找个现成的人才，毕竟是不切实际，不是挖来挖错了吗？就是一开口就是讲一个让你吓一跳的薪水，所以跨国企业认为这个方法不是很好的方法。那么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图片，要谈谈我们自己了。温州人在我们国内没有人不知道，是很会做生意的，在全国各地一讲到温州人，那真是中国民企的代表。我们这里来讲两个跟温州人有关的用人的逻辑，当然是温州人给我们留下来的印象。温州人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人是一种成本，不是资源，所以温州老板一用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多少钱，我要花多少钱，这叫做把人当作成本。其实人是一个资源，应该说值多少钱，他值吗？我愿不愿意为他的价值付钱？所以用人应该先研究他是个资源，但温州老板通常是会先想他是一个成本，这个概念就不太一样。于是既然是一个成本，就是一个让人家不太舒服的事情。所以温州人用人强调的是两个概念，第一个是控制，第二个是服从，合起来讲就是听不听话。所以温州老板特别喜欢用一些非常听话的人才。其实我跟你讲，太听话就可能不是人才了，因为人才本身就是有他的想法嘛。如果他的想法跟我们都一模一样，怎么会叫做人才呢？那想法既然不一样，就冲突吗？哎，一冲突老板受不了了。这是温州的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人就是用，但是并不培训，不断的用。这就好像我们拿一个机器不断的用，从来就不知道如何去把这个机器改良改造或者是保养，就是用用坏为止啊。当然这个话有点极端了，而不是我讲的，是我从媒体上面拿下来的材料，但至少温州人听到我讲这段话应该有点体会啊。第二段，温州人认为给人薪水再加上点奖金也是 OK 就可以了啊。其实一个人到公司不是只拿奖金只拿薪水，人到公司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第一个，我们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晋升制度？第二个，我们对他有没有生涯规划？第三个，我们给他有没有一个适当应有的补贴？第四个，有没有培训教育的机会？第五个，是不是很合理的去绩效考评他？这都是一个人进到公司要去思考的问题。哎，那个老罗啊，薪水够了，奖金也发了，还要怎么样？其实这个话是温州老板最现实的一面，难怪很多人说温州老板很现实，大概是这个样子吧。不过我们也只好替温州人讲讲，也许不是每个温州老板都这样去想的，但这个文章既然会写出来，我想这样想的人一定不少，才会给大家留下这种印象。其实我们应该跳脱温州，全国哪怕就是上海，哪怕就是长沙，哪怕就是郑州，大概也有很多民企私企的老板也是这样子想的。第一个，人是一种成本，不是资源，而且这个人应该要对我服从，我给他的指令他要完全接受，应该要受我的控制。还有这个人进来我给他薪水，再拿一些红利奖金给他，他就应该满意了，谈什么生涯规划呢？还要搞什么叫做绩效考核呢？还要弄什么晋升制度呢？不需要了。这个毛病和这种想法的人不少。结论，那就是一个公司它有一个事情跟人有关的，那就是组织文化与核心竞争力。一个公司的组织文化和它的核心竞争力统统都是由人来形成和由人来决定。这本书叫做 Human Equation， 在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到这个概念，就是员工是最重要的资产。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有一种体会，我的人与你不同。你很少发现一个企业真的拥有很多大家没有办法去弄到的专利，这种事情毕竟比较少。
绝大部分的企业的产品别人都可以模仿，绝大企业的服务别人都可以做到，绝大多数企业所弄出来的东西别人都可以仿冒。那只有一个最难弄的就是人，所以以后企业跟别人要跟别人怎么讲，我的人跟你不同。人家如果说人不同又怎么样，人不同组织文化就不同了，核心竞争力就不同了。所以这个文章就在说明这一点。所以我们第二个单元强调的就是，那么你如何能够弄出一些不同的人出来。我们来看看我们带来的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培养人才基本上面要有干部储备制度啊。这地方我要先强调一个概念，国内很多公司都会说，我有啊，我想到了，我正在准备提拔我的干部。各位，提拔是指阶段，一个一个一个阶段的上去，这个叫做提拔。储备是摆在那里随时准备用啊，摆在那里，这叫做干部储备制度。于是这里面所提到的第一点，岗位要先把它量化出来，我是指岗位的资格要求把它量化出来，量化以后就开始找适合这个资格的人做储备干部。那么这里面我先给各位看个图片吧，再来谈谈我对储备干部的一种想法啊。如果现在你问别人说，哎，听说你在某某钢铁公司工作，是啊，在里面做什么 ？MA， 这是一个流行词 ，MA 就是 Management Associate， 叫做储备干部。储备干部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没有什么职位，现在还没有派什么特别的工作，现在还没有给我特定的领域让我去操作和去发挥，但是我是一个 MA。意思就是是一个储备干部，公司一旦要派上用场，那个小刘去 ，yes sir， 他就去了。这种观念叫做储备干部。我们来看看案例吧。啊，台湾中信金控跟第一金控去年招聘了100名储备干部，台湾台新金控去年招聘了75位储备干部，所以现在世界各国、世界各地，大家都开始招聘储备干部。不相信你到国内去，在大陆你去问问一般企业，贵公司有储备干部 MA 吗？我猜很多公司听到这句话是先愣一下，储备干部，就是因为大家没有这个想法，都是临时要有找人的才开始去抓、去招、去抢，到外面去弄，这就表示平常没有储备干部。储备干部的意思是养在那里，用在一时。一旦有事情，一旦有机会，一旦有缺，一旦有必要，他就派出去了。当然你会说，我养这些闲人干嘛？公司大了，这个就不叫做闲人，储备干部一定是有用的。你认为这些公司那些储备干部真的闲在那里每天抠手抠一两年呢？你认为有这种可能吗？他敢招100个，就是每个月都要挤好几个出去，他敢招75个，就是半年大概这个储备干部就通通用光了。公司大到最后的时候，人数只要超过3000人的时候，随便搞个50个储备干部是非常有必要的。可是根据我的了解，在国内的企业，1万个人以上的公司大概也没有储备干部。没有啊，就是线上那些干部啊，出来问题再说嘛，有了缺再讲，走了再谈嘛，呀其实是没有储备干部的概念的。 MA 这个制度在我国并没有大力的展开，这让我想起常常提到的一个概念。以前国民党政府里面有一个组织叫做黄埔军校，我讲的黄埔军校是军官储备干部，就替国家栽培军官的。其实日本士官学校、美国西点军校、德国柏林大学陆军大学、土耳其陆军学大学，这些都是在培养军队的储备干部。这时候就不是只懂一个专业技能，包含一个军官如何穿衣服、如何讲话、如何演讲，军官如何到国际上面去做国际外交，他的国际礼仪，军官应该怎么去吃饭，军官应该怎么喝酒，军官如何跳交际舞，军官如何懂全方位的知识，军官如何有军事常识，还有社会常识，还懂政治、懂经济、懂外交，这个才叫做储备干部。我也常常在想，我国的企业有几个地方、有几个产业有黄埔军校来储备干部啊？
替企业储备干部，好像目前为止一个都没有。我看是不是我应该来搞个黄埔军校，来替全国的企业储备干部。好吧，现在把话拉回来， MA 对一个企业来讲就是自己要有储备干部，不是临时再去找，这个就叫做在自己公司里面储备干部起来。现在回到我刚才那句话，我们再把它看清楚一点。培养人才基本上应该是干部储备，也就是在自己的企业里面培养一个干部，而且是储备在那里，甚至于不止一两个。至于你要用什么方法去培养，我们后面会提到。我们来看看说明吧。各种岗位的资格要求应该做成表列，而且量化。我就这么简单的讲，公司的财务经理需要具备什么学历，需要具备什么经验，需要具备什么资格，需要具备什么年资，什么样的人算财务经理，什么样的人算准财务经理，公司准备接财务经理的有几个，可能当财务经理的有几个，这些就叫做储备概念。那么一旦有了，现在的财务经理就是升成副总，现在的财务经理退休，现在的财务经理辞职不干被人家挖走了，马上储备干部上，他就上去了。事先没有量化，又不知道是不是具备这个资格，那么请问谁是储备干部呢？谁够资格去做这个财务经理呢？所以没有储备制度的意思就是说，没有随时准备好的那种接班人跟人才可以随时递补，都是碰到问题的时候再开始去找人才在哪里。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第一个概念，由自己公司去储备干部，形成一种制度，形成一种机制，然后人有一种轮替的可能，有一种接班的可能，这才是我所讲的重点。我们讲到这里，谢谢。